我和老妈的闺蜜在一起了，今天当着老妈面故意说她坏话。你呢？这是啊。妈，其实我俩吵架了。因为啥呀？你有啥跟妈说？妈，你就是。其实对我平时也不错，有她一口肉，就有我一口汤，啊，净光喂我。啊，是就是什么草莓屁股了啊，西瓜皮了，最接近泥土生长的地方，可老有营养价值了。我这小姐太能欺负我儿子了，挺经常给干活去，啥也不吃呢。哎，行，妈，你也别说雪姨了。其实平时家里边都我说了算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说几点刷碗就几点刷碗，我说几点拖地就几点拖地。别放屁，我没干活啊。对，你是干活了。平时我负责洗衣做饭收拾屋，哎，你负责指挥；我负责擦地抹灰，你负责指挥。没有你指挥，我早就干活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太过分了，你呀、啊，你去吧，你把地铲了，你去呀、啊。哎妈，你看呐，看呐。